天我又来吃桂花糕了，它这个是一个礼盒装的，给大家倒出来，哇，四包四个口味，红糖的，这个是黑芝麻的，红布的，原味的。我每次都是特别喜欢它表面这层桂花，好好看。湿湿软软的，很有嚼劲，里边是有红豆夹心，而且它这个甜度真的不高，微微甜，特别像那种米糕那种感觉，而且还糯叽叽的。这是红糖的，好好看，而且比较厚实。我以前不太喜欢吃红糖味的东西，但是这一款居然是我最喜欢红糖的。这是原味的，超厚实，而且还 QQ 弹弹的。好好吃，刚说的快递是最好吃的。你们最喜欢哪个口味的？我觉得红豆的、原味的还有红糖的都好好吃。